穿心中拳套路是咏春白鹤拳最基本的功法套路，有不同的重点功法练习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，因此俗称五大门面之一。穿心中拳套路除含有其他四个套路的身形、步行架势外，增加了左右45度大小门、开步走闪步行的练习，以及勾拳雷从地发后蹬腿的练习，着重于中盘的上下攻防，剑掌直拳、勾摘沉扣、切叉顶坠、转腕沉截、拧腰筛腹的训练，对动作协调、整体腰力的发放有很好的训练过程，手法圆弧，步法矫健，似刚非刚，刚柔相济。两脚并拢，身体直立，两手自然下垂于两腿外侧，左脚向前迈出一步，右脚随即跟进，以脚尖虚点地面，左手成立掌，右手抱成拳，掌心往前面顶出，在左臂向前向右推出，脚上的动作为白鹤击脚，手上的动作为将军挂印，两眼平视，这是咏春白鹤拳请拳起势的动作。
随即右脚后退，长开立步，两手成掌，然后抓窝成爪，内收至两臂前，接着外旋向下按压，使用螺旋劲，长半月沉降，两眼平视。长上势，步行不变，两爪长变成掌，里收向上托出，长孩儿捧花，眼朝前平视。长上势，两掌外旋，经过沉腕做结，下沉长双指朝阳，掩饰前方。两掌从右向左侧方交叉于胸前，使两掌背向下，两掌心分别向外、左内、右外向下沉按，长观音叠坐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向左大门侧方45度开出一步，随即右脚跟进长，两手向左做青龙出水的动作，这叫左大门。步行不变，左掌向右从右前臂下方挑出，左右手里旋内收，至于右前方
然后两手经过转腕做结，长双指朝阳。长上势，步行不变，然后左掌内收向前，鹰标掌标出，右掌背外旋，收于腰际，左右两下，长将军出剑。右掌外旋收入，左掌向前推出，置于胸前，两掌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转腕错节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两掌弓臂分别外旋，使两掌背向下用力，从前方向下向前向后岔出，长白鹤冲天。两掌外旋向外伸出，然后里收，长双指朝阳式，再回收至腹前，向前弹出，长朝阳散弹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右，右脚向右，侧方45度，就是转身90度。两手同时做左右青龙出水，目视右斜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从右小门的方向，左右手穿掌从左前臂下方穿出，同时左手横摆向前做弧形运动，使两掌心斜朝上，然后经过沉腕做结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右掌外旋成鹰标手，左掌外旋成使掌心朝上，左掌向前标出，然后外旋里收，左掌外旋标出，右左先后两下，长将军出现。
户型不变，左掌外旋里收，右掌由右后向前推出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然后经过缠腕作结，长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两双指朝阳手分别外旋，里收，从里向上向前冲出，使两掌背斜相对，长白鹤冲天。两掌心继续向前向上穿出，然后经过外旋收入，置于腹前，以两掌根为力点向前弹出，长朝阳反弹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归中进一步，随即右脚跟进，长步丁步巴马，两掌左内右外做蝴蝶双飞，使两掌心朝上，目视前方。长上式步行不变，两掌心朝内，是在胸前交交叉，右外左内分别向下沿弧拨出，长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两鹤头掌稍微向上，指尖向上挑，腕力下沉里收，然后向前，以鹤头掌向前顶出，做白鹤伸进，也叫千金春出，目视前方。两鹤头掌里收外旋，然后内旋，成为双指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左掌外旋，使掌心向下，右掌竖掌以尺骨侧为力点，两手同时向右横切，
左手掌心向上，右手掌心朝前，然后左掌外旋，使掌心朝前，掌指朝上，做右掌掌心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以掌腕为力点，向左横切，然后右掌经过缠腕的动作，缠腕长双指朝阳，右脚外展，随即上步长，左步丁步巴马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左内右外做蝴蝶双飞，使掌心朝上，目视前方，两掌交叉在胸前交叉，使掌心朝里，然后掌心朝外，向右内左外向下迎弧拨出，使两掌心朝下，目视前方，呈拨水求鱼。两鹤头掌稍内收沉慢，然后向前顶出，做千斤昌出，又叫白鹤伸进，目视前方，两鹤头掌上仰，掌指斜朝上，分别外旋里收，使掌心朝里，
然后经过内旋沉腕，坐结长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，步行不变，右掌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左手外旋，使掌心朝前，两手同时向左扫切，长鹤翅横扫，然后右手外旋，使掌心朝前，同时左手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向右扫切，左手经过了李叔的缠腕动作，缠腕是两手长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，左脚微外旋，随即提起上右步，长右步丁步巴马，两手同时内旋，做蝴蝶双飞，使掌心朝上，目视前方，长上式步行不变，接着两手里收，使掌心朝里，左外右内，然后形成左外右内向下扬弧，拨出长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，两鹤头掌微内收，然后向前顶出，做白鹤伸颈，也叫千金撑出，目视前方，两手里收，分别外旋长，然后经过转结沉腕，长双肢朝阳，目视前方，长上式步行不变，右手里旋外旋，使掌心朝前，左手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然后两手同时向右横切，做鹤翅横扫，然后左掌里旋，使掌指朝上，掌心朝前，右手外旋，使掌心朝上，以掌根为力点，向左横切，做左的鹤翅横扫，再接着
右手捋拳，向前挑出，向前做缠腕的动作，使两手呈双之朝阳，目视前方。右脚向后退一步，然后左脚提起全部着地，左手抓窝长爪，右手理收抓窝长拳，向上撞击，长雷从地发，目视前方。左脚向后撤一步，右脚提起向前上步着地，长右步丁不拔马，然后右掌外旋抓窝长爪形里收至腹前，右拳外旋从下向上撞击，长雷从地发，目视前方。右脚退后撤一步，左脚提起前脚着地，长左步丁步拔马，左手外旋抓窝向下摘，右手外旋成拳从右下方撞出，撞出长雷从地发，左脚外展随即提起落地，进一步长右步丁不拔马，两手同时向左向右做青龙出水，然后转腕向左做左青龙出水，向右的青龙出水叫摇满门，向左的青龙出水叫摇空门，要目视前方。
常上市，步行不便，两手分别外旋，里收向前，向右划弧，做狸猫洗脸的动作，收于腹前，然后向前弹进长白鹤线爪，目视右斜前方，常上市，步行不便，左爪形成立掌，右手爪拨长后头爪，然后向从右向左前出长鹤翅手，手向右叉击长鹤翅财腰，要目视前方。如果在这个挑手的动作是呈鹤嘴指的动作，向下向左叉击，叫做白鹤吻嘴。呈上式，两手抓握成拳，左手往上往右下滑圆，右手脚臂，然后转身180度向后做圈头抓摘，目视右前方。现在我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一个说明，呈上式，步行不便，右手抓握成拳，左手呈鹤头掌，然后身体向后转身180度，右脚由右向左，由右向左跨步，然后左脚里收长圈头抓摘，重心前移在左脚，然后以右脚后跟为力点向上挑起，长魁星踢斗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
重心前移，在左脚，然后以右脚后跟为力点，向上挑起，呈魁星踢斗，目视前方。长上式，提起了右脚猛然落地，身体左转135度，两手呈单只手往右后方插击，呈回马一枪，目视后前方。现在我在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说明，长上式，挑起的右脚猛然着地，身体向右转135度，同时两手呈单只手往右后方插击，呈回马一枪，目视右前后方。身体向后转身135度，两掌两单只手长鹤翅掌，向左做左的中盘摇的青龙出水，然后向右做中盘摇的青龙出水，要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身体向左转135度，呈正面，两手成掌向左做中盘摇的青龙出水动作，然后再向右做青龙出水的动作，要目视前方。左脚外展，右脚提起上一步，呈步丁步巴马，两手交叉于胸前，使掌心朝里，左掌在内，右掌在外，向左右两边分出，做蝴蝶双飞，目视右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，
左脚外展，随即提起右脚上步，长右步丁步拔马，两掌里收，使掌心朝内，左内右外向前向上划弧，使两掌心朝上呈蝴蝶双飞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臂交叉，两掌心朝内，右内左外，右内左外，然后向下拨出，左手在里，右手在外，向下向左拨开，呈拨水求鱼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做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两掌交叉于胸前，呈右内左外，然后向下划弧，向外拨出，呈左外右内，后右外左内，向下拨出，呈拨水求鱼，目视前方。呈上势，步行不变，两手理旋，以两掌背为力点，向前打出，两掌心朝下，两个手向筋中撞，以两掌背为力点，向前打出，呈筋中照地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以两掌两腕背为力点，向前用力点出，使两掌心朝下，手型像金钟一样，这叫金钟照地，目视前方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成掌，以两拳背向里划弧，左内右外交叉于胸前，使掌心朝里，目视前方。现在我从相反的方向向大家再做一个说明。步行不变，两手成掌，右外左内，以两前臂为力点，向中向前夹击，使两掌心朝里，目视前方，呈白鹤展翅。